经过我们安利集团啊，每年度我上任来都给我很多的资源啊，可以说经费达到百万以上啊，配合我们新竹县政府营养午餐农合的营养师，在整个能够落实在每一个学校中小学的营养午餐的每一餐里面，让他能够摄取更好的营养的成分，让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啊，不管是运动，不管是脑力激荡，不管是四肢发达，不管是其他快快乐乐的，都能够充分的表现他的活力。当然我们新竹县政府目前为止在打造健康的城市，从教育方面扎根开始，让小朋友都能健康。谢谢新竹县政府，在两年前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责任在我们的下一代里面给他们更正确的营养的知识，有了营养的知识才会有健康的体魄，那么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更优质的下一代，更健康的下一代。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安利永春有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全国的每一个县市的政府一起共同合作，让我们的学童有更正确的营养的知识，能够打造更健康的体魄。那也透过了我们新竹县政府的教育局以及我们的营养师，我们一起共同打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学童有兴趣的一个推动计划。我相信不只是我讲在整个结果上面，我们新竹县的学童对于营养知识，对于怎么样正确选择好的食物来讲的话，这些知识的提升率上面都大大的提升。